书接上回，假如某天你又穿越到了火影的木叶村，不过这次呢，你比较好运，人校毕业考、主任考试都是一把过，顺顺当当的成为了一名木叶中人。直到有一天，你走在大街上，正好看到暗部在招聘，你还在犹豫之际，有人过来劝你：“去啊，为什么不去？你看咱们村那个齐木悟开啊，不，齐木卡西，他就在暗部待过的，现在混得有多开，去了暗部前途无量啊！”当然有人会这么劝你：“去什么呀？你忘了当年那个谁，好像出村挨了谁一个大逼斗，人就直接没了。”一个逼斗得有多大的心理的伤害呢？听哥一句劝，暗部就是龙套的活，趁早躲得远远的。面对这两种建议，你会选择哪一种呢？看完本期锦旗日的视频，估计你心里就能有个明确的选择了。而咱这里首先就要讲的就是暗部到底是个啥。在兵之术中就有关于暗部的部分介绍。暗部全称暗杀战术特种部队，是直属于火影，执行向暗杀、秘密探查、拷问、给锦旗日点赞这些高危任务的秘密组织机构。你看，光从这几个用词儿就能看出暗部的不一般来了。不过暗部其实也并不是一个仅存于木叶村的机构，就比如在波折国篇，再不斩就说自己曾就职于雾影暗杀部队。而等到卡卡西和再不斩的第二次交锋中，卡西也表示：“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咱也是从暗部出来的人啊。而无论是作为波折国篇反派压迫感十足的淘气再不斩，还是被誉为拷贝忍者木叶第一技师的齐木卡卡西，这两位呢都可谓是给自家的暗部赚足了牌面。那既然暗部这么强，那岂不是非去不可？当然不是。如果你想去暗部的话，也一定要了解暗部的划分。以木叶村为例，木叶暗部其实就包含着多个部门，就比如特别上忍森奈伊比喜，他就是暗部中刑讯审问部的队长，并且这些部门偶尔也和木叶的专属部门搞团建。就比方说伊比喜他们就跟山中海一的木叶情报部联合开展过雨影忍者的情报工作，并且作为直属火影的存在，即便是上一任火影退休了，你也可以继续去担任他的暗部，就像三代在四代忍者期间就仍然保有自己的暗部。不过加入常规暗部其实都还好，毕竟人家暗部好歹是宇宙的尽头，是地地道道正儿八经的编制工作，虽然经常加班，但也有机会的话其实也能混个脸熟啥的。要是你容貌姣好，指不定还能出现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不过如果你脚脖子一崴，一不小心去了隔壁的根，那我这里就只能祝你新年快乐了。毕竟根虽然名义上叫暗部养成部门，听起来像是暗部的下属部门，但是他们其实跟团长的私人武装并没有什么两样。即便之前被三代火影勒令停止，但是根其实还一直进行着地下活动，并且根的内卷非常严重，进去之后先给你洗个脑，再给你来一套养股式培养法，活着的当我团长打工人，至于记了的说不定就扔出去滋养大自然了。这企业文化，船要头子来了也得被扒光底裤。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暗部的水平，我是中人，那我是否有应召加入暗部的资格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无论是在木叶村还是在其他忍村其实都有体现。比方说曾经干到暗部分队长的宇智波鼬，他当年其实就是以中人的身份等级加入的暗部。沙影村罗莎的小舅子夜叉丸，他在斗志书中对外显示的身份还是中人，但是真实身份也是沙影村的暗部，并且在暗部经过了长期的实战历练之后，不少暗部成员其实也都拥有了超出寻常中人和寻常上人的实力水平。比如根这边的左井和暗部这边的大河，在卡西住院期间就是由这两人补充了第七班小队的空缺。虽然鸣人名义上没有参与中人考试，但是第七班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上人带三中人的配置。其中大河的实力自不必多说，他本人在暗部时就是卡西的晚辈兼小迷弟，并且作为木盾蓄力系列拥有者，大河的个人战绩也毫不逊色，不光个人经验履历相当丰富，并且在折之书中更是被称为是三代担任时的暗部第一高手，其水平可想而知。而左井同样也表现出了超出鸣人等人的实战经验和心理素质，这俩呢都是被暗部和个人培养出来的代表角色。当然也有上忍之后再加入暗部的情况，比方说卡卡西作为上忍的他在战后加入暗部就是第四代火影的特批，再比如说大车丸，他跟团藏呢肯定也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皮外交易，有这些大佬坐镇，暗部基本的牌面还是有的。但是俗话说得好，站得高看得远，当我是个下忍的时候看暗部，那叫一个牛波一闪闪发光芒，但是等我的水平到了中忍上忍甚至更高的时候，我再看暗部，他们原先所带有的光环其实也就没那么闪耀了。再加上暗部动不动就去执行的那些高危任务，有时候别说挨个大逼斗，就算不小心碰到个大炮仗，可能就直接下辈子再见了。所以比起去暗部当打工人出生入死，还是看看锦旗日的视频下饭，顺便一键三连更安逸一些。那么暗部中登场过哪些有名有姓的忍者，这些暗部忍者的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呢？这些内容咱们下期再说。